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斌哥。现在来到大棚这边，大棚这边种的是红江橙，我们装杯的是大苗，现在有1米高这样，这边的都是红江橙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整个大棚有5、6亩，然后基本上有差不多2万株吧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苗，咱们看一下。有一些还在开花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红江橙，目前的话，它分枝也是蛮好的啊。看一下，它分了一般都有2、3个叉上来，后面都是，它每15公分已经修剪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还有这里，这里这么高，这里这么高，然后这里也是，这里也是。基本上现在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5批梢了，基本上有5批梢到上面这里，基本上都是这样，一个手指这么长就修剪，你们嫁接，种柑橘类都是这样，这么长的时候你就修剪，出分枝，一般留2、3个分枝出来，后面再出，这样树形树冠很快就恢复了，咱们这种大，这种桩的话。好像要25块钱、23块钱一颗吧，基本上可能植树节会拉到农场去，因为植树节咱们这边很多地方要植树嘛，所以他来种一下这个红江橙，长得绿油油的，很可以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呢都是，一片过去都是，大概有5亩，都是这种。在大棚里面弄的很绿油油，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但是一般拿少量的就有点麻烦，如果拿多的话就容易装车过去，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红江橙，大棚里面弄的红江橙无毒脱毒苗的那种，基本就是这样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Bingo，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。